前我来介绍这个台语人传统酒的一头，我先起来跟我讲几句好不好？就是去做无用，因为吼，今年吼，实在是真欢喜看到足侪团体吼，今年足侪活动嘞。去年差不多十二十三个，啊，今年差不多18个。安尼对我感觉讲都是一个鼓励，所以吼，多谢大家在帮大家支持。啊，今日真欢喜，就是看到这祖父代系甲人性现实的这个活动，因为我细汉时阵真喜欢祖父代系吼，好代志。啊，就是阮老师就较难死一寡，就讲吼，啊，今日无啥物好教，啊，肯啊，你会晓做不不代志吼，你就去点头做互许囡仔看，好，好，同学班你都一堂课都无啊，哦，啊，所以细汉时阵我就常去遐耍啊，啊，电视点头观看，讲电视点头嘛是一个好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就是讲，可能我细汉时阵吼，因是较，迄国民党还是比较强烈的时候吼。所以感觉讲报的戏都是较，那个较民主一个，较偏没有那个规格。啊，不过最近的民主化几十年来吼，我就看到讲布袋戏越来越 popular 了。啊，真侪囡仔即摆拢真爱看，讲迄卡通无啥物好看，看迄台湾的布袋戏，迄规格都变很高了。所以今日看到才真侪真水啊！哈，我感觉讲吼，我以前算迄个干一个十块买一个尔，啊，加工是可能拢真贵的，迄正常品，我拢唔敢去订单。我是希望吼，以后我会使看到更加侪迄第二代、第三代吼，会当来到遮，来到台湾看遮古代西洋啊，可以更 appreciate 这些以前的 lost art。那在此我就想说，感谢大家来这边支持我们台闽传统的，那希望明年可以做得越来越好，谢谢。可以照着看吗？可以照。下面要介绍余东春啦，吼，博士啊，伊是台湾人的团体来伫做活动。因为过去我定来看伊做活动，啊，伊佫参加这个 Friends of Taiwan。诶，做活动，甲迄个泰安尼算，到底超一十年。啊，我刚才知影伊啊，伊个是我的亲戚，远亲。啊，我去看伊 background， 我才知影讲伊是台湾是中兴大学毕业，了后刚刚今年来美国6、7年，明明8个来美国。啊，你伊头啊伫 Utah， 隔壁啊伫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摕到经济学的博士。啊，一站在迄个 Michigan 州政府做，总是伊家己有另外一个伊个特别处理吼，就是布袋戏。因为我过去看到伊，我就头壳就想讲这是布袋戏。我想讲我囡仔时，我住伫冈山楼个边啊。恁台北人也知影，啊，你若想讲遐，毋是讲足好个地区啦。毋过伫遐上好就是。三不五时拢来做布袋戏，啊！我做囡仔拢常去看，啊！我足侪迄个想象力，啊！拢对下来。啊！来遮我来搬来遮家具，我才知影讲李先生有迄足大个收集吼，啊！佫足侪即个布袋戏个迄个故事 background。所以我感觉讲咱即个会拄啊传统就足拄好，会当请伊来讲 ，OK。啊，恁讲煞吼，休困会较长时间，互恁慢慢仔参观伊所收集。OK， 多谢叶秘书也甲介绍吼。我一生拢是不务正业，啊，读书读真济，毋捌伫读书内底的范围内底做到咯。啊，做个拢甲我读书拢无关系，所以我这个人是讲，应该讲传奇的人物，不务正业。我哩读书读到上悬的时阵，我就甲放弃，我连毕业典礼都无去受证，迄个 PhD 的受证典礼我都无去，我就来 Beverly Hills 开一个室内设计
的公司，甲我读个拢无关系。但是我是真享受迄阵啊的人生。我收集布袋戏，是因为我甲阮老爸的关系吼。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咱拢伫边卡看布袋戏，拢毋是伫戏台，拢是伫抽绳啊吼，啊是讲有庙埕的顶头伫搬布袋戏。啊，我拢细汉拢对阮，阮住喺乡村啦，虽然即马石牌吼，吉里安迄个所在真发达，但是真已经厝起满，但是过去是专产的，专产种。啊，一间庙几啊间庙，啊，阮拢去啊，啊，我拢缀阮老爸去看布袋戏，啊，所以甲阮老爸养成有一个真好的细童年的即个生活吼，真甲阮老爸真接近。啊，阮老我一但是我出国以后吼，伫阮老爸足需要我的时阵，我离上远啦。阮老我一边等下，阮爸爸你边你。面床顶，伊讲：“哇，迄囡仔唔好读书读伤济呢，读书济读伤济吼，离你愈开就对啦。”哇，我听这句话实在足艰苦个吼啊！但是迄个事实嘛吼啊！我当伊过身六七过身的时候，但是伊活到97岁，伊过身的时阵吼。我是讲上好的来想怀念我过去当年甲阮爸爸斗阵的时阵是啥？就是甲伊斗阵看布袋戏。啊，我迄阵啊，头一收集无真偌济，啊，愈收集愈济，啊，我若收集的时阵哦，啊，就转去台湾，啊，拢见了去看这个布袋戏的红啊的所在吼，拢当到迄个同好在。大家拢对这真趣味，啊！我搞变搞足侪台湾的这个少年的、甲老的也有收集这个布袋戏的这个朋友啦。所以，我才变一个，因叫我叫做布袋戏达人啦。我想是吼，超全美国收布袋戏上侪的就是我啦。吼、哦，但是这是题外话。不过我们今仔日要讲的话，就是讲这个布袋戏吼。是安怎吸收老的也好，少年也好，会吸收因的注意，吸收因的趣味。伊其中有足侪道理的，因为这翁仔、这细仙仔，啊死死个柴呀，啊都无性命，啊你哪会甲你的感情甲连起来？是安怎会连起来？但是布袋戏是人。甲偶人甲翁啊，伫两个发展出来诶真奥妙诶一个综合表演艺术啦。布袋戏包括文学，你若看布袋戏咧播诶时阵哦，咱讲吼，较正经诶布袋戏，咱卖讲放录音带啊，就放迄个来播，迄是买啊，已经，迄不是正当的布袋戏啦吼。就是讲，布袋戏包括文学、音乐，因为伊有前台甲后台，所以后台是拍锣鼓嘛吼，啊前台是表演嘛吼，啊所以有人甲红啊的综合的一个表演艺术，所以有人你表演的时阵，伊来啊甲红啊两项要安怎甲伊达成一个故事来表演出来。我这个人翁啊，啊个口白，伊咧讲的时阵，伊说翁啊，对你口白你叮当，互你感觉讲这个翁啊都活起来呢。虽然伊拢未讲话哦，伊也未个，当然伊尾也做个嘴会叮当啦，目睭会叮当啊，做活泼嘞。但是伊安尼个人就惊咯，我小阵恁来看一寡影带吼，就知影讲，看伊安怎偷手的，伊安怎人吼，咱。人红啊，迄头手的，就是你讲口白的啦吼。我拄讲文学、音乐、雕刻、塑雕，要雕刻一个红啊出来，伊这我提出来这吼，拢是茶雕刻的。啊，雕刻以后再过彩塑，
另外一个画啊吼，啊伊个造型，伊即马那因过去拢无用迄个造型这个这个 terminology 这个这个名词，是买啦会发展出来玻璃人啊，是用造型的，迄个现代现代的语言啦、啊。所以伊即马你设计迄个红啊吼，啊有特恰手，咱即马讲人，即马你讲红啊吼，红啊有。雕刻的造型，啊，甲伊个手，迄、那个手绣的，我即卖传统即种手绣，啊，那是过去现代的，都、就是用咱服装、服装设计的即个原理，甲现代服装设计原理完全同款。伊个衫做起来，伊即卖台湾真侪拢有迄个爱好，即现代霹雳的人吼，因大家拢去 identify 伊家一个角色。所以一年啊，两年内底拢有一个 party， 拢大家穿迄个衫出来。啊，迄玻璃啊衫变大人的衫，啊穿啊，大家 party 拢穿到遐去啊，大家都好啊，足欢喜。啊，你会记世运无四台运吼？你高雄搬迄阵啊，嘛有迄个霹雳的一个真重要的节目出来啊。啊，因都拢穿迄个角色的节目的这个衫出来，啊来你四台运来表演啦。吼、哦，我即下讲红啊，对唔对？啊，即马红啊内底唔着雕塑啊，是啥啊造型？吼、哦，即马说咧讲人，迄、那个头手诶，伊是玻璃是真特殊诶表演诶，即个诶戏剧吼，伊、哦、是一个人讲话尔啦。啊，一个人讲话，伊就是你讲两点钟。伊那迄个故事讲两点钟，迄个人讲两点钟，伊个故事都一个人个头壳、头脑内底发展出来整个戏剧，这是真特殊的一个表演艺术啦。啊，迄、那个所以玻璃戏也是讲好做广告个，个表演艺术是一个人哩广告都头啊广告尾，啊，你讲伊有过无？早期个传统玻璃戏。无过，因为头手的拢无过，伊干那简单写一个迄落，写一个伊家己知影。我看伊头手二手的，了了我知影咧。啊，其他的人拢唔知影去搬啥啦，嘛唔知影讲这剧本是啥物款的啦，早期的啦，尾下拢有剧本啦吼。啊，伊这个就是拢伊的头脑内底，你讲出来的伊的。啊，迄个头手的，迄、那个口白吼。你知影一个故事表演出来，一个剧，查甫的老的，不，查甫的查某的老的，少年的囡仔、听啊，各种的角色拢有。伊迄个嘴所讲出来的话，就爱代表每一个红仔出来，什么款红仔，伊就讲什么话啦。啊，因我是讲，我拄仔你讲，伊个玻璃戏面文学是安怎呢？你若看传统玻璃戏的时阵吼。伊每一个红啊出来的时候，伊拢有一个出场诗啊。伊拢来讲四句的，不四句的，不迄落七言啊，是个五言诶绝句吼，迄、那个讲个诗出来。迄、那个诗就是代表伊的身份啦，佮代表伊这个伊这个剧内底的角色。你也要看玻璃戏，你就要注意讲，因你靠别迄个咧讲啥吼。啊，佮一个这个是变。说诗嘛，有迄个广告，吼、哦，起码咱都要包括真侪项嘛，吼、哦。我讲，不，咱的包括吼，那、哦、最后在头前迄、那个吼、哦，是整个叫传统，一啊加迄个现代，吼、哦、啊加。这个戏台，咱都要讲演者两行嘛，一个我一个头手的，啊一个红啊嘛，迄是演者嘛吼。啊，所以戏台的表演的台，表演的台的时阵吼，咱这拢讲过吼，知影吼，表演的台吼，这个团体的表演台，迄拢雕刻的嘞，迄拢雕刻的台吼。啊！迄台用个刀，一块刀起来吼。啊，这个就这是团，这是属于团体，哦。
啊，这个这个红啊，咱拄啊看的红啊，伊迄种赤绣的吼，啊雕刻的吼。OK， 咱拄仔咧讲吼，伊你人报的伊个报的也是吼，头手的啊，佫两个二手的啦吼。啊，伊伊讲报的，伊讲报的伊的时阵吼，就是定定讲迄句啦。掌中天地宽吼，一人口鼻双手掌人啊啦吼，目迄个叉头雕刻。啊，一个嘴讲出千古事啊！十二钟头啊，人出百万军啊！迄就是布袋戏，你若瞧布袋戏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你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戏就是讲人红啊，啊个红啊本身会直接互你享享受这个艺术啦。这个艺术吼，我看。其他的国家敢那无像这个这迄落啊，这特别的。即马吼，即马这是个，即马拄啊看迄个黑的造型吼，我即马予你学者，这是叫做金光戏的造型啦吼、嗯。我稍等来讲。迄、那个玻璃戏在台湾的时阵会介绍玻璃，我即马先甲予你造型予你看吼。这金光戏的，你看这金光戏的造型啦、啊。迄阵啊，是安怎会出金光戏的造会出来？就是讲，伊你表演搬的时阵吼，伊一段时间吼，拢落来去警察所，你来派出所申请。你表演搬戏吼，有一段时间是足艰苦的啦。所以你连长啊，是里长吼。来三波六人，伊才要予你准你去庙埕搬，有阵嘛，啊，所以一寡人玻璃人啊，遮个人生存就出问题啊嘛，啊，因就有诶走去做田啊，有诶去看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因有诶人想讲，啊，无我庙埕我袂用搬，我来戏台搬嘛，所以开始才去入去戏台搬。啊！戏台搬的时阵，阿仔哦，遐细神啊！啊，人伫遐啊看啊，后边看的人拢无像讲啊，只有 video 什么个，哦，你去看，伊无啊，伊干那迄个台只，拄仔咱看迄个台遐细个啊，啊，阿仔遮细神，啊，你看无啊？所以因咧搬戏的了，头脑就个变化，伊讲我无我甲做较大声咧，阿仔互伊愈来愈大汉啊！啊，结果呢？但是也是要用手人啊！我愈大汉煞无法度人啊，用手面的人个啊，变喏，啊一个头大粒啦，手短啦，身躯短啦，无，伊你无看头足大粒个啊，啊手足短个，因为你爱用手人个啊，啊所以变一个造型，一个出来。哦，这是传统个造型，传统造型只有七八寸尔，不就八寸左右安尼吼。啊，这个造型吼、哦，就是拄仔我有点出来诶吼、哦，这个就是霹雳已经上咧电视啊了。我稍等下，甲你讲玻璃伫台湾的时候，讲咱整个发展吼、哦，这是属于电视内底玻璃戏吼，这是霹雳的时阵呐吼。我正开始讲玻璃戏伫台湾，老实讲吼。哦玻璃戏是差不多150年前或100年前吼，到中国这个闽南的所在吼传过来，漳州、泉州啊、甲潮州吼，迄搭传过来的戏啊。啊，伊迄阵啊吼，有台人去迄个中国学人个，啊有个迄边的师傅来台湾教。啊，过去的这个玻璃戏的
传授吼，是拢教师啊，落来，因为过去拢变学什么三年、四个月啊，啥才教几下出来吼。啊，伊迄位师啊，地主的吼，也要人，但是口碑无多，迄口碑是正经，正经足重要的。啊，我讲到口碑吼，真重要，就是讲，伊讲台语嘛吼，啊，讲母语，但是伊要讲的母语吼。甲你，伊咧讲诶，迄个台语，甲你有阵仔听无啊？有诶讲叫做汉文台语啦。汉文台语就是拢真侪拢来去学啊。你知这名词无？去学啊读汉语无？看四书五经啊，读遐千字文啊，吼遐迄个啊，即马无迄个关学啊。知识啊，吼、哦！啊！即马报哩讲口白，要训练即个口白的人愈来愈少。伊无去读台湾话，即款讲报哩个台湾迄汉文台语的时阵吼，伊出场数也不要念嘛，吼、哦！所以愈来愈少。这是传统的吼。哦OK， 这个传统的这出戏就是这个了哈。咱都要看这个，叫做板仙戏啊。你啊，传统播的戏的顺序，你酬神呐、啊、啥，头一出，特地拢爱搬这出。啊，这出呢是代表天地人呐、啊。三仙吼、哦，三仙是天呐、啊，哦，啊天吼、哦、上。也书架，这三个啦，迄、那个麻姑啊、白狗啦，这个文魁星，这个你讲民间啊鬼啊，迄个但是伊是文魁星，伊上这三个书架来还干，啊还干的是，啊来向咱的社迄、那个社区吼。讲好话了吧，上好的诶，像像人家要提，不，迄个长寿啦，啊福，你 know 快乐啊，啊是讲平安啦、啊，啊是讲财富发展啦、啊、吼。伊、啊、这个故事表演的是天地人，啊然后这个是迄个跳家官的、就是，你看家官进了无迄个吼，啊煞咧。人为什么天地人？人诶，说啊，比较 happy ending， 就是讲，花好月圆，就是讲变个到天 community 啊个家庭三啊，啊，迄两个无阿猫对无，状元迄就代表家庭，所以这是三合一的天地人诶，这个观念，所以达变。搬玻璃戏，这出特别爱搬的。啊，阮做囡仔时阵哦，上不爱这出，因为特别拢同款，拢不爱看这出。啊，伊无搬袂使啊，吼，无搬会了，伊收无得，伊即马收无钱啊。咱台湾玻璃戏伫台湾吼，伫发展的时候，两个足重要的。人物吼，一个东南部，啊，一个北部李天龙、林天龙，你知影？李天龙有拍一个戏剧人生，好无？无咯，迄、那个侯孝贤甲伊拍诶一个片，叫做《戏剧人生》上，我会记咧。吼、哦，啊，伊来美国来真侪遍吼，伊是传统戏，伊属于北管诶。用我拄仔有讲音乐内底有两关叫做南关，一关北关，一关叫做南坛。南坛就足北关，三只拢搭袂就对啦。所以有三种的音乐。哎、啊，我拄仔看笔记，甲因讲是音乐老师是你控制整场的进度。伊到你若要看玻璃样吼，看伊的迄个结构。结果你变化的时候，你知影要安怎出场？当时要出场，当时要落场，迄个配合头手拢落来，迄个对个。啊啊，
迄、那个拍过的人，因若看戏的人，因拢会感觉讲，三场前场，七分后场，伊感觉讲，迄音乐比迄半个红啊较重要。嗯、这是因迄个讲吼。啊，这个中南，这个、黄海，这黄、个、海岱吼，这是伊一百空几岁才过身吼。啊，伊过身听伊讲用迄、那个。那迄个台湾的国旗的盖棺啦，所以表示是真重要的人物吼。伊是黄俊良的老爸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有三个囝，黄俊谦、黄俊良，啊，佫一个我唔知影吼、哦。啊，黄俊良是佮知影，黄俊良上出名的就是苏彦文，吼、哦，这个苏彦文的吼，伊、哦、上出名。啊，伊教足侪徒弟啦。啊！伊搬传统啊，照我搬金光戏啊，照我搬啊。所以伊的黄俊良，伊已经即马第四代，黄海岱、黄俊良，佫续了这个黄强华，因在做霹雳因这阵吼，啊，佫续因四代吼，把这个整个台湾的布袋从传统发展到即马金光迄、那个，这个布袋迄个电视金光。做甲有法度去上市，伊个公司有股票，有迄个股票你买袂啦？哦，拄仔讲两个大师以外吼，还阁真重要。北部啦，南部足侪，南部嘛足侪，但是因为我甲南部接触较少吼，所以较无了解。但是遐有几啊本书恁来参考吼。小西园吼，我小汉的时阵上爱看小西园啦。小西，我较无爱看姚安仁。姚安仁是李天禄的，李天禄的伊的口碑足好，伊的文戏足好。但是我爱看小西园，小西园的武戏足好，伊人啊跳来跳去吼，我拢爱看棒点功啦吼，啊跳汤啦，我足好人诶。啊，所以就迄个。但是真可惜，小西园即嘛无啥，因为柯王可能中风，啊，因囝过身去，所以即嘛唔来送你个接落去吼。啊，伊即个钟任弼吼嘛是犀利啦，伊拢拍金光戏《碧草翁》，大杰《碧草翁》就是钟任弼足出名，伊嘛是传足侪徒弟啦。OK， 我拄啊，这个嘛是传统的吼，传统的拄啊，咱两看的，我有创出来，这个三国方面的吼。OK， 金光戏我拄啊介绍一个金光戏，讲尾啊，伊个内台，伊讲内台戏到外台戏的意思咯。外台戏就是你边卡啦，你标定搬的啊，内台戏你戏边的内底。金光戏有一个特色，啊，我拄啊无咧介绍，袂记介绍讲吼，你传统布袋戏伊搬的故事是古册戏，有一单搬古册戏，古册戏就是讲像讲《三国演义》啦，《封神榜》啦，《隋唐演义》啦，啊是迄、那个封神榜，吼、哦，啊是讲草头王母军，伊在根据历史方面的这个故事来搬，叫做古册戏。啊，煞咧呢，佮传统的都古册戏，再过来佮搬武侠戏，伊就开始像大侠王妖王，伊一个名叫做我向说袂记的，大侠王妖王啊，还是像讲大侠碧草翁，这拢剑戏的，啊咯，啊因这剑戏的拢是啥？武当派的吼，啊是少林派啦吼，啊是各种昆仑派啊，因这各种迄个剑戏的拢甲小说的迄落武侠小说有关系，这个搬的戏剧啊，但是伊搬的就。迄阵啊，阮嘛真爱看即款的啦。
啊，这就是你你这个团，迄、那个台湾报的去的吼。OK， 咱这金光鱼的造型啦，金光鱼造型，你遮拢有看吼。OK， 即马托慢慢啊，戏台你外台戏愈搬愈无成立的时阵吼，因为禁东禁西吼，伊个玻璃鱼红禁两摆第一咯。你日本时代迄阵风靡华语啊吼。一开始报地戏来搬，迄个穿日本衫啦，啊搬讲日讲一寡带一寡日本话啦，安尼搬吼，啊无爱互你搬啦，吼、哦。啊个，迄、那个国民党来以后呢，就爱开始反共抗俄啊，所以你搬报地戏的人吼，你若无插迄个反共抗俄的代志吼，你就袂使搬，你申请袂出来。所以伊开始就做一挂红啊，拢话你话什么代志别什么别亲啊，啥有无过遐物件拢出来啊。所以有伊暴力戏中间吼，就是经过这个受到甲政治所有足密切的关系啦。啊，所以伊这个伊个暴力戏哦，甲咱的community， 我现在会讲到咱实际人生的关系，顺会留啊带到吼。伊甲这个咱的社区的这个感情吼，真密切的关系啦。啊，伊讲话讲个母语吼，啊，伊听啊你讲话的时阵吼，拢迄俗语啊啥吼，和你讲个讲敢若哦，阮家的人讲一款吼，啊，就是讲你我平常的生活的人生讲一款，啊，所以你感情上拢会连起来，啊，所以在外来政权吼。拢想要甲你杀灭你啊！拢不爱，互你，甲，就是，互你这个社区内底有一个连接，啊，伊就尽量甲你分化，互你迄个连接的这个诶现象，互伊无存在啊！所以，啊，这吼，金光戏正，伫要戏台对不对？啊，戏台做了以后，电视就发达了先。到1970年，头一遍在1970年以前，李华师就有捌搬传统的布袋戏《三国志》，有捌去搬了吼，但是未轰动。但是1970的时阵，黄俊良搬一个苏彦文啦，《温州大字劫》。苏彦文的时阵哦，迄轰动甲交动蛮高。程度你知影？伊的收视率吼是97.5%，就是讲台湾所有的有电视的97.7%的人，拢在看，迄阵啊拢在看苏彦文的故事，戏剧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国民党吼大紧张，你听无？报的戏拢讲台语，啊，结果呢，煞大家看一个合起两起的啊，才角色吼，啊，大家拢等个看戏看到足热的啊。伊是12点到1点诶，戏半夜时间啊，足热的全国拢热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国民党的推行国语就翘起来。国语政策推行，国语政策都飘起来咧，因为大家拢讲台语啊嘛，又拢讲母语嘛，连外省的嘛，大家嘛也拢讲母语啊。哇，迄紧张啊，到尾该从啥？来禁啊！因咧国民党内底就讲禁，来禁起来啊，搬两年都甲禁起来，用什么名目甲你禁起来？你知？妨害农工生产啊！啊！你不，伊讲啊，但是我想还过一个程度啊，原因就是讲，迄小学生讲，我们的民主救星是谁啊？苏彦文啊！啊你就飘去啊！啊你民主救星，敢是蒋中正啊？啊你变一个苏彦文出来，你唔就飘去啊？啊，无禁未使啊，搬两年，
风较紧起来。啊，若讲吼，你比如诶一个叫吼，有收视率97.5%的话，也广告收费吼，嚯，我们赚个歹算个啊！咱台湾是甲你禁起来，啊，禁起来就无头路啊嘛，啊，无头路一段期间，啊，就黄俊荣伊那啊，要哪搬个人无头，开始用国语啦。啊，报你用国语来讲的时阵都无人看啊！怎啊？收视率从97.5%咪降到10%啊！啊，你都袂成啊！你报的伊你哦，当然你呐，照道理是应该是搁多一个语言拢会使啦。但是迄阵啊，咱的民风来看的时候，我看报你就是安尼有带动咱。迄个，你搬的时阵吼，听啊，你讲的话啊，啥啊，甲咱的生活，一般的生活吼，啊，用迄俚语的呐，俚语，那个讲啥？俚语中文来讲，嗯，那你讲的，不，伊讲过就个俚语吼，啊，我说咱搬迄个。搬一个故事恁看了，知影迄个意啊？迄你会感觉吼，听到伊咧讲话足好笑安尼啊！啊，但是国语就袂笑啊，啊，无你搬英语了，讲英语的时阵你也袂笑，因为老三你讲的话，你个翻做英文的，袂拢无意思啊！哦，啊，即个黄强华就是我即马讲，即马电视都，即马我即个故事讲者上久，因为这个真重要的转捩点啊！啊！伊昨下就要去电视，啊！电视因咯开始变化，开始吼，电视内底伊开始拍网片啦、制片啦，用制片来看，伊一阵啊吼，伊一阵啊，伫1970年以前吼，捌现场布袋戏直播啦。啊，买三马馆伊个现场直播吼，唔是预言的哦，直接搬的时阵，啊，即卖偷手的吼，偷手的现场讲嘛，啊，你讲唔是三马甲蒋介石有关系的关系的时阵吼，讲一个对蒋介石无礼的时阵吼，哇，迄惨啊，迄局势紧起来，迄个偷手的随了的去迄警备总司令表示调去问啊。问，即所以到尾啊，都唔敢直播，一搬吼，升级起啊，就搬出去。啊，到尾啊，佫你即马佫要搬啥物剧本来送审啊，先送审啊。啊，伊即个惊动万教，无惊动武林，啊不。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这句话恁大家拢捌听啦。迄阵啊，大家拢蛮听。哦，这就是，哦，这恁来看这个啥？哦，我无电池，我有迄个合配电器啊，钟嘉玲啊，有无？老三啊，还有小怪老祖啊，有无？这恁来，恁大家若有看的，拢会知影吼。哦，这是苏彦文的人物吼。啊，霹雳金刚就是上现代啦。即卖霹雳金刚，我拄仔咧讲，传统布袋戏从八寸到超十寸左右，一直大汉个金刚。变二十寸，啊！即卖第二大戏，大，搁变二八寸，是嘛？起码甲霹雳36寸。OK， 恁底下外口有迄个王金平哦，上2000啦，有一仙叫做迄、那个叶凡不？迄、那个啥？苏凡金啦，用别个啊，甲叶碧溪啦，吼。哦，伊是安怎？伊上这两仙，你知影？这两仙就是你霹雳电视布袋戏内底代表正义的这个角色，所以伊上两仙就讲，迄阵啊，伊来的时阵一寡人开始啊是啥吼？但是伊讲我是就是这两个的角色，我
我是代表正义的，虽然我是国民党，但是我是代表正义的，所以特别送那两仙给你啦。诶，意思先送，先送苏焕金，啊，尾啊，再搁送一粒丝啊。啊，结果送一粒丝的时阵吼，这故事真趣味吼。一粒丝的时阵，啊，迄天要来，要迄个协调处的人要来遮陪宴嘛。结果发生马英九甲王金平两个斗争啊，刷了迄天全撤销。无，因为迄是王金平要送的，所以迄天的协调处说唔敢来遮来做迄个典礼，讲来赠送典礼了，全无。啊，但是迄物件有送的，这属实的，这有实属实的记录。嘛，即马开始吼，我讲特别制作片场预拍。也片场里的后背啦，后背吼，后背的分林是咱布地戏的之家啦吼，伊是所绝对布戏的，因为黄海岱伫啊个黄迄个黄海岱吼，啊个钟任弼因拢伫分林啦，啊所以布地戏分林有一个布地戏博物馆，是较早伊的旧址。伊还有一个什么后部后背的啥？伊本是了做啥？军迄、那个政府的机关了做，伊本是了政府机关了啥？伊迄个庙殿全改做玻璃戏电影馆吼。伊真大嘛，有靠椅啊，伊后壁有一个所在吼开咖啡馆，所以咖啡馆爱有表演玻璃戏，还用个啉咖啡看玻璃戏安尼。哦，遐就在分林，啊，伊个霹雳个制片厂，两个真大个制片厂吧，伫遐啦，拢伫遐。你若有机会转去台湾哦，去遐甲参观一下，呀。啊，有当时会去拄到黄俊雄啦。我有转个特别去拜访黄俊雄，啊，伊就愿意甲我斗阵开讲哦。阮在遐讲超三四点钟哦，啊是八十几岁吼。哦，伊讲话单点哦，伊可能迄个头手的哦吼，啊，伊口白咧讲啊，伊讲话单点哦，足有力的啊。啊，个食薰哦，一支对一支哦，伊个大老烟枪哦。啊，个你爱啉咖啡哦，啊所以啊，但是伊足平易近人吼、哦。啊来，迄、那个咱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吼，啊，但有的人拢会来参观这个不。布地戏的博物馆吼，啊，拢会去，大家拢捌伊迄个黄俊雄，看黄俊雄以后哦，大家拢过来介打招呼，迄个老岁仔人足欢喜的，安尼哦，伊的信仰吼，我感觉吼，伊这个人生足有价值的啦，吼，伊有足有查甫人缘啦，伊甲苏亚文要同款哦，苏亚文两个某，过几下红粉知己啊。啊！伊创出来即个角色是虾米？因讲的都是因老爸啦。我的想法讲伊家己啦，因为伊就是有这足侪红粉知己吼。因你看迄个黄海岱，因不迄个黄俊雄因太太是社青嘛，你知？社青啊！啊，个伊电视播的戏中间吼，叫做迄阵啊吼，台语的节目干呐用个讲两点钟尔。啊，结果呢一挂歌星吼，唱台语的歌星都无机会通啊表演，尤其电视拢无机会啦。啊，利用这个播的戏打歌，所以开始一挂角色吼，女性的角色出来拢唱一个流行歌。啊，因为配合流行歌吼，愈吸收，愈予观众愈爱看。你啊，查甫的出来是拢讲出场诗嘛，迄出场诗讲说哇，迄足文的，有诶足侪人拢听无。但是唱流行歌，足人爱听的。啊，歌星因为无表演的所在，通啊，伊要出迄个 CD 啊啥。
怎啊对啊讲说，迄、那个黄世田啦、世清啦，足济拢有伫遐唱。你若注意一下，唱即马有一款叫做《布袋戏》的流行歌吼，你若恁伊个唱法嘛，拢甲普通时啊，即个台语歌有一点仔无共款。啊，这玉牌真重要。玉牌的时阵吼，以前咱传统布袋戏，咱拄好看雕刻吼，啊，无差不多三手，就我手安尼用的开会到的。因为我搬的时阵，我只手一个人两先嘛。啊，对啊，你场搬来搬去，人无振动嘛，头手也无振动，你人行也无振动，但是手用的走起安跳啊，跳来跳去嘛。但是新型的这个金光的时阵，伊开始唔是这款的。唔是即款布的戏台啊，伊个戏台是用布帘、布帘呐搭的，啊，做一个坑，啊，只布帘来吊的吼。啊，伊个带超比那正经吼，较有名的布帘伊超十尺啊。啊，十尺迄阵头手搬戏的人是走来走去，啊，伊一个人用个人一身呐，因为太大身的嘛。迄真重呢，我捌去人啊，超我那超五分钟，我就晕落去啊！伊迄有够重的，迄三笑的是真重呢。啊，因呢，伊迄开手吼，伊迄机关吼，像我迄个四眼门里咧吼，你甲弄入袂迄头遐内底足侪机关滴呢？机关按迄个机关吼，用个老倒手，这边倒手啊，倒手是你人这边的手啊，正手内底这啊，佮落个嘴的叮当，目睭的叮当。拢靠床的内底迄个控制啊，所以要人个无简单，你阁动吼。但是伊有法度安尼用七手安尼啊，对七手吼啊哦，七手人这边手啊手来啊剑手起来，手起来啊阁摔落去吼。吼、哦，迄人甲话咩袂巧吼。啊个女性，我个一个朋友开一个餐馆吼，伊拢拜四拢有搬玻璃去。啊！大家去啊！那个过去食饭啊，先来看伊个布袋戏吼。啊，伊人个伊拢落来，镜头压着落来，啊，带伊一身吼，足大身个，足妖娇个即个女主角啊。啊来吼，啊落来伊来迄下边吼，甲你斟者安尼吼。哦，啊伊个人家迄惟妙惟肖吼，敢若正经人甲你斟者安尼吼，你感觉真趣味安尼。啊，伊即个戏台吼。今晚在要滴，你怡通街呀、啊？哎，迄、那个陈先生哦，哎呀，真有趣，迄、那个风趣的呢哦。一般般的人哦，伊讲口因为口白吼，伊跟你讲话哦，拢足趣味的啊。OK， 这题外话哈哦，咱今晚我时间哇几点啊？还有时间无？你那 video 挂过？哈 ？video 挂过？哈 ？video 阿伯，我讲吼，咱这 OK， 咱正经主题拢无讲啊。无啦，咱吼布袋戏的现实人生，老实讲，伊这本来学技艺吼，一百年前啊，一百五十年前吼，伊要用兵打吼啊，迄个打两个打挂两个人啊吼。啊，要去搬的时阵，哦，人请去搬，伊就安尼一个人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就家己啊，讲过上拢家己的人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才打去，啊，就打到伊的庙遐，是讲人寿诞啊，要表演的时阵吼、哦，去遐搬。啊，所以早起的时阵是一种的，老实讲，一种的谋生之理，嘛是到尾来伊去庙埕搬，嘛是为了生活啦。迄个演戏，迄头手的遐吼，嘛是因为无性质啦。啊，第二个是讲我家庭的娱乐表演，因为真正啊，迄阵啊早期吼，无啥娱乐的所在嘛。啊，所以真侪拢是看兵家戏嘛。你若尤其你迄个乡村内底大汉的人吼。差不多啊，拢袂离开迄个兵家戏啦，歌戏也好，布袋也好啦。阿嬷、老母带查某囝去看歌戏啦，阿公、老爸带囝去看布袋戏啦。啊，所以布袋戏是男性的表演艺术啦，拢是表演的人，拢大部分
角色较重要，嘛是拢查甫的，看戏的人嘛查甫的，歌戏呢唱歌，所以真侪拢查某的，所以阿嬷、老母拢爱看歌戏。迄阵啊，早期的女性吼，真少咧看暴力戏啊，因看无啦，因讲啊，恁这红啊，当要啥，了抬来抬去啊，有什么趣味啊？吼、哦，但是尾啊吼，尾啊，黄俊良开始搬了伊啊吼，连查某拢，学生拢足对迄种趣味吧？无你即卖看，你即卖真侪吼，超70年代有法度去看。看到朱彦文的戏的女生吼，甲问讲，因拢嘛知影这合戏两起的，甲怪老主的，因全部拢知。我唔知影恁在座的吼，迄阵啊有看过，有看到朱彦文无？有人有看举手？几个？啊，女生都没有。所以迄阵啊，女生吼开始对报纸有趣味啦。啊，对清楚。无，伊这故事的情节，我拄仔讲的吼，但是即摆已经打破迄个啊啦吼，这是他的人生意义了吼。咱、无，吼，一般哩，咱哩去庙埕哩搬拢做初神迄落的时，啊伊个吼。传道授业教化人心，迄是一阵嘛吼，伊拢办忠孝节义的代志吼，啊拢办一部的伊的情节吼，那好人到尾啊拢 happy ending 啦，一寡歹人拢抬死了了，啊这就要结束啊啦。啊头一个吼，歹人拢足敖的，都吼也不容易吼，但是尾啊好人拢赢，一寡歹人抬死了了，啊这次就结束啊啦。所以啊，但是伊拢咧介绍讲吼，迄个，拢讲你意思，拢看人，看善啦吼。这个有一个真好的教育，但是现代报的伊无对。现代报的是即马霹雳的报的伊的角色吼，尤其一个叫做金家仙啦。金家仙的这個角色吼，上出名就是讲。阿甘阿中啦，啊！你甘中之间嘛变化无穷啦，所以做一个假设讲，啊，无永远好人啦，啊，无永远歹人啦，啊，就人生就是讲，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变好人，什么情况之下变好变歹人啦，所以伊就开始用伊这个创作的这个剧本哦，开始行这款路线。无迄个，啊！若过去的吼，好人就是好人。我面即只，即个出来看迄个面，即个好人；啊，看迄个面就是歹人。吼、哦，你若看红的，你的面啊，看迄个花面吼、哦，红的、青的，还可以是好人；红的就歹人。吼、哦，啊，乌的也是好人，好食无拢有好人。啊！伊这就是吼，伊这人生的意义吼。我拄仔讲吼，外来政权吼，拢要甲你禁暴力去啊。歌戏较无一定哦，暴力伊上爱禁啊。啊，伊若无禁的时，有条件就是讲，你如果爱搬黄民的剧。剧本也是反共抗俄的剧本，伊落咧搬，啊，因就是伊这个布的伊吼，要连甲咱地方的人民的感情吼连起来，会真种的真好的这个表演艺术啦。哦，因为伊对家庭来讲，亲属嘛，啊对讲话的时，啊讲遐迄个笑话吼。拢甲咱生活拢有关系，所以连接真好。所以伊这个是真好的这个联合迄个小区感情的这个表演艺术吼，啊个企划设计呢，因为尾啊，到迄个布袋戏即卖用足侪音乐的创作，啊服装的创造，啊个造型。
伊这里内底虽然你造型吼，做一只角色红啊，角色红啊，这些先啊，但是伊所用的这个原理，艺术的原理甲因素吼，拢大行就面面俱到，大行拢有。你小咱来看，看迄一红啊内底吼。伊个遐，我有遐有一本书，有写专门讲霹雳的人物的造型。啊，霹雳人物的造型吼，是 one to one。我这个角色里，这个剧本内底的剧情，跟他伊，明个讲我刷个别个剧本，我换别个人，人大家马上随听讲，啊，你都唔对啊嘞！你怎么搬啊？你受环境甲衰三国志内底播你都袂下咧吼，啊！但是传统的吼三换换的无啊底下无共款，伊个另外一个角色出来，拢无人知影讲这个角色是属于倒一个剧本的。所以伊这训练足侪人才吼，都报得伊。你尤其迄个霹雳的人吼，训练足侪。OK， 我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感觉吼，我因为我咧收集吼，我有感觉讲，因为这是布雷文的迄个文物吼，认识历史，了解人文风情，传统历史嘛，啊，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啊，啊，伊的布雷伊内底的故事吼，透过人生百态、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，吼。啊，接受暴力是，我感觉有用，迄个修身的养性，因为你用个伫戏内底的表现，接受了人生的百态，拢有各种的悲欢离合啥拢有，吼、哦，这是真好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。第十个来讲是讲，因为利用这个表演的艺术吼。甲世界交流，伊即马你训练每即马唔知还阁有举行啊无？每两年拢做一个偶戏，博览会啊，啊伊拢要求各国吼，不同的偶戏的人吼、哦、来遐参加这个迄落啊。啊，当时即马咱布袋戏已经到迄、那个李天禄开始以后呢。已经离所谓小学吼、中学、甲大学，拢有咧教咧搬布袋戏。啊，迄小学的布袋戏上趣味咧，伊个嘛是用口白嘛，就来讲啊吼。啊嘛是迄音乐正经用音乐吼，就是训练咧小学生吼，为了学音乐，女生拢学音乐啦吼，啊男生学迄个人红啊、甲口白啊。我足足好看，我转下拢会去看，冰顶也有啦，聚光也有啦，吼，三芝足多个啊，啊南部嘛足多间小学拢有这个表演，啊，迄落布袋戏的表演。啊，迄我是讲迄，迄若来美国的时吼，啊，介绍去咱的迄、那个学区吼，啊来办吼，因那小朋友看吼，啊我讲伊训练，另外。讲口白啦，也用英语讲啊，无嘛是袂歹啦。不过当然 flavor 无同款吼。不过对这个小学生来讲吼，较无教那无教母语的这个影响吼，会力较大啦。因对因来讲，对语言内底甲只囡仔的连接吼，较无遐强啦。啊，对咱来讲的时候，只囡仔，这个囡仔甲咱母语吼。啊，连接足深的，你若换一个语言，你就感觉就无趣味啊啦。所以我是感觉文化交流真重要。